请举手。我看到你就开心了，很好，请放下。表决结果，在场委员是7人，赞成8人，反对9人。好，赞成者少数，不通过。好，接着我们处理张志伦委员提议。请问对于张志伦委员的提议有无异议？没有。有。讨论事项：第一案复议不通过，予以删除；第二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第三案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针对总统咨询本院刑事考试院第14届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案提出审查时申请公决案；第四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五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本院针对再生能源相关弊案成立调查委员会，请助理清真相，善尽国会监督指责，请公决案；第六案本院委员黄建豪、罗廷伟、牛许廷、外美林、柯志恩、王玉明、廖伟翔、陈金辉、罗志强、尤浩、张志伦等11人，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中央政府应先统计全国超过50年以上老旧校舍数及所需拆除重建经费，并得以编列特别预算方式，于8年内完成之，请公决案。第七案，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对行政院院长朱镕泰提出严厉之谴责案，请公决案。第八案，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宣读完毕。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第一位，请沈博阳委员发言。好，关于讨论事项，案由针对第11届第二会期第9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请增列下表所列一案为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沈博阳。我那请议事人员帮忙代读，谢谢。谢谢。那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11届第二会期第9次会议讨论事项，建请增列下表所列一案为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一、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宣读完毕。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请张志伦委员发言。好，主席好。本月国民党党团针对第11届第二会期第9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提议仅限下表所列10案，顺序并照表列通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本月国民党党团针对第11届第二会期第9次会议讨论事项，提议仅限列下表所列10案，顺序并照表列通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一、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立法院第11届第二会期第7次会议报告事项第92案、第93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三、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有鉴于国家发展基金近年投资标的逾过半严重亏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成立国家发展基金不当投资暨管理失职调查委员会，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及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管理会等有关机关就特定议案涉及事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是否有关，请公决案。四、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针对总统咨询本院行使考试院第14届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案提出审查时程，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五、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本院针对再生能源相关弊案成立调查委员会，迅速理清真相，查清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六、本院委员黄建豪、罗廷伟、牛许廷、万美玲、柯志恩、王玉敏、廖伟翔、陈金辉、罗志强、尤浩、张志伦等11人，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中央政府应先统计全国超过50年以上老旧校舍数及所需拆除重建经费，并得以编列特别预算方式，于8年内完成，是否有当，请公决。七、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为维护国会尊严，捍卫国家宪政体制，对行政院院长钟泰提出严厉谴责，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八、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九、学生辅导法修正案。
十，本院国民党党团为杜绝脱序行为，重塑国会秩序，建请将吴秉睿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OK， 好，登记委员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那我们先提案先处理，请问对沈博洋委员提案有异议？有。好，有异议的话，那我们进行表决，请宣清点在场人数。我们只是增列而已。好，在场人数17人，赞成沈博洋委员提议者，请举手。好，好，请放下。反对沈博洋委员提议者，请举手。我看到你就开心了，好，请放下。好，表决结果，在场委员是7人，赞成8人，反对9人。好，赞成者少数，不通过。好，接着我们处理张志伦委员提议。请问对于张志伦委员的提议有异议？有。好，有，好。好，有异议的话，那我们进行表决哦，一样请清点在场人数。好，在场委员17人哦。好，好，先安静一下哦。那赞成张志伦委员提议者，请举手。好，请放下。反对张志伦委员提议者，请举手。好，请放下。好，在场17人，赞成9人，反对8人，赞成者多数通过。讨论事项修正通过。本次会议讨论事项总数内容及顺序已确定。好，那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系属应提诉讼之事项共5案。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共2案，宣读完。好，请问有异议？好，那没有异议的话，通过。请问有临时提案？好，没有。那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为止，现在散会，谢谢大家。OK， 好，签名。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